我是农村的小伙，来到城市想找工作，老板对我说进到工厂美女多，还是进不起诱惑，心里痒的口水掉落，越想越高兴，即将不再让我一人过。后来才知道一切是泡泡，美女眼光都很高，当时喜欢帅哥都喜欢土豪，却没看上我这草包。诱惑，心里痒的口水掉落，越想越高兴，即将不再让我一人过，后来才知道